是我这样算可以吗？你自己先看一下，就以你自己的标准，如果你看 O 不 OK 的，你先看一下的。我等一下再来看的。白色大字全部都用出来。老师，你画好了。哇，你的画都还 OK 啊。那是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就继续完成，继续画了。在修啊，还不行啊，都已经昏了。你等它干了再加了。我要边啊这样哈，你看这个铅笔怎么办？就等它干了再擦掉。啊，我那个这个太粗了，要把白色把它描回去吗？不用不用，你就是继续加粗。加粗太粗了呢。没有，我宁愿你加粗也不要用。不是，因为有时候白色不一定盖得掉，那你干脆加粗。我就已经很粗了，不要再加了。对。